别刮到了啊！哎，轮子要掉下去嘞！我就说你开不过去的嘛。哎，这个不是小五的车吗？哎，小五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！哎，八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，我们粉丝都这么有钱的吗？ 我上次在这个桥上看到你们会车的那个视频，是不是假的？是不是拼出来的？你怎么这么认为呢？我因为我一个人开车，开这个车都这么困难，还小心翼翼的，怎么你两个车能够得去吗？也不这样子嘛，我就来现场给你展示一下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就看看是不是真的嘛。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五，今天我就当着大哥的面，咱们在这里现场给大家示范一下。 哎，别刮到了！哎，轮子要掉下去嘞！我就说你开不过去的嘛！哎，轮子要掉下去嘞！哎，这边轮子掉下去了，马上要掉下去了。 大哥，你这一惊一乍的，等下搞得我真的都不敢开了。好，刮到了，刮到了，刮到了！我就说你快刮到了。现在你车是开过去了，我看你怎么下来。 哇，小五啊，你这个都能开过去啊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没有没有，大哥，我们就坐在隔壁，来改天去我们那里喝个茶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改天我们一起吃饭嘛，好吧？好好好，感谢了，太感谢了啊，感谢感谢。